大家好，可以听到哈 ，OK，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Reactive Streams in Scala， 所以在这之前，我可能很快的先做一下 survey 啊，这个听过 Scala 的人，麻烦举一下手，然后先不要放掉，那有在用、有在学习它的，有在学习它的，继续举手。有真的在用它的 ，OK， 好，谢谢。所以 Reactive Streams in Scala 这个Reactive Stream 哦，我们今天的 agenda 就是其实不多了，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我们没有办法 cover 太多东西。不过基本上呢，我会介绍一下什么是 Reactive Streams， 然后什么是 Reactive Streams 的这个 API 啊。最后我们会介绍两个在 Scala 上面的 Reactive Streams 的 implementation， 一个是 Arca Streams， 另外一个叫做 Monix。 那当然各位可能会想说，那我在 Java 这一边有没有 Reactive Streams？ Java 这边确实也有 Reactive Streams， 有一个library 叫做 Project Reactor， 它就是有 implement Reactive Streams。那另外有一个大家可能也蛮熟悉的叫做 Vertex， VERT.X，那个它里面也有 implement 这个 reactive streams， 不过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 reactive streams in Scala。 那什么是 reactive streams 呢？在这个我们看 Wikipedia 的话，它的这个 reactive streams 的 definition 就是 asynchronous streams processing with non-blocking back pressure，所以这个听起来都有一点抽象哦。什么叫做 asynchronous stream？ 那什么又是 back pressure？ 这个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 presentation 可以跟大家解释清楚一下。好，那什么是 streams？ 我觉得了啊 ，stream 呢，其实它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串有可能无止境的一个data element， 只是这些 data element 它会出现的时间呢，是你不知道哦，是不可以被预测的。所以就是有一串的 data element， 它会从我们所谓的 upstream 往底下丢，然后它出现的时间你不知道啊、这个是我们对 stream 的这个 definition。那所以这个跟这个Java 那边的这个 stream 啊，其实是不一样，因为 Java 的 stream 是你一出现的时候，那 stream 就是整个所有的 element 都已经在了。那什么是 reactive stream 呢？ reactive stream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 stream， 只是它有一个方法让 produce 这些 data element 的人呢，让他知道说，哎，我底下能够 process 你这些 data element 的速度，所以它可以让上面的produce 这个 data element 的人能够来这个速度可以可以变慢一点啦，或者变快一点，来符合底下的在 consume 它这些 data element 的速度啊，所以它基本上能够让整个 stream 能够更 smooth 的来进行，而不会说它这边 produce 的太快，或这边它收的太慢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影响。那这基本上就是 reactive stream。所以 reactive streams 呢， 它有一个 initiative，它是一个 standard，它基本上在2013年的时候开始，然后一刚开始有就是 Netflix 啊 Pivotal 有一家公司叫 TypeSafe， 现在改名叫做 Lightband， 这家公司就是最主要在推 Scala 的公司啊。那当然在这个 over the years 有 Red Hat 啦、Oracle 啦、Twitter 啦都有 contribute to 它这个 initiative。那目前的版本是 1.0 啊。Doug Lee， 我相信大家熟悉 Java 的人可能都知道 ,Doug Lee 就是当初写 Scala Concurrent 这个 library 的人啊。Doug Lee 他也有在想说要把这 Scala， 要把这个 reactive stream 呢变成是这个standard library 的一部分，在 Java 9上头啊，他应该会称之为 flow 的样子。所以大家现在学的话，以后即使不是用在 Scala 上面，在 Java 方面也是以后也会蛮相当的有用，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是
一个蛮有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个通常我们所谓的 stream 啊 ，stream 的话，它有不同的 model 啊。那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我们大家都会碰到 model 就是 push model。push model 的话，最方便了解的就是HTML5 的 UI element 啊。我们有一个 UI element， 有一个 button， 你去按它，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event listener 呢，它会 listen 这个 for 这个 click 的 event。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stream 啊，因为你这个 click， 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 click 哪时候这个 button 会被按，我们不知道啊，有可能一秒钟会被按十次，有可能一个钟头才被按一次，我们不知道它哪时候会过来。所以它这个基本上它就是符合我们对 stream 的这个定义啊 definition。那这个UI 的 element 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push 的 model 啊，你按一次。然后你会把这个 event push 给你的 callback 的 listener， 然后这 callback listener 会对这个 event， 就是我们所谓的 data element 做一些动作。那另外一个 model 呢，是我们所谓的 pool 的 model。 pool 的 model 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例子，就像是我们时常会有一些 application 啊，如果我们在 table 里面，我们没有 data 在 RDBMS 的 table 里面，我们没有做 trigger 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说这个每30秒钟去做一次这个很简单的 query， 然后看我想要的那笔 record 有没有被insert 或者有没有被 modify。 所以这个时候你每30秒钟你去 query DB 一次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pool 的 model 啊，它每30秒去一次，然后有东西它就抓过来做一些事情，没有的话它就等下一个30秒啊，这是一个 pool 的 model。 那我们 reactive streams 的话呢，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dynamic push and pull 的 model 啊，它是这个动态的，能够 push 也能够 pull 啊，所以它基本上它结合了我们先前所讲的两个最好的地方。为什么什么叫做最好？我们很简单，我们先来看，对不起，我先回去看一下这个 push model。这个 push model 呢，它里面比较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因为所谓的 push 的话，它是可以很快的，它就 push 给你很多东西的时候，如果它底下我们这个 event listener 它没有办法，没有足够的时间来 process 每一个 event 的时候，要怎么办？哦，要怎么办？这个你这 event listener 可能就会失败了啊。所以 push model 的话，就是当前面的这个 producer produce 东西太快的时候，后面的 consumer 可能会有问题。那 pool model 的话当然没有这个问题， pool model 是 consumer， 是这个后面要接收这个资料的人，他有闲暇的时候他才去 pool 的，所以 pool model 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可 pool model 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每次只能够 pool 一个东西而已。那 dynamic push and pool 的话，他就希望能够来解决 这两个得到这两个东西的好处跟解决这两个东西的问题，所以它基本上它能够动态的来变成是 push 或者是 pull 的 model， 而且它这个转变是自动的啊。所以那这个怎么做，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一种 reactive stream 啊。所以这里有一些这个 terminology， 我想大家先让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啊。所以左手边的话，我们有一个 producer 哦，就是我们所谓这个，它会产生这些 data element， 我们把它称之为 producer。那右手边呢是 subscriber 哦，就是它要来接收这些 data element， 我们把它称之为 subscriber。所以基本上 producer 这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它是一个 upstream， 它是在这个上游的哦 upstream。然后 subscriber 的话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是 downstream， 它是下游的。Downstream， 那当然你的 data 就是从 upstream flow 到 downstream， 从 producer flow 到 subscriber。 OK， 那 reactive stream 我们说过， reactive stream 就是我们的 subscriber 这一边呢，有一个方法，有一个管道能够跟 upstream 讲说他的一个 demand 是什么，他现在要了，要不要，他要 element 还是不要 element， 所以这个是一个 demand。 他 demand 就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从 subscriber， 从 downstream 到 producer upstream。
所以 supply demand， 所以基本上呢 element 就是 flow downstream、哦、当然我们这个河流嘛，一定是往从上往下流 flows downstream。 demand 的话呢，是这个它给它要它上游给多少的这个信号，当然是从 downstream 往上跑、哦、那这个第三点蛮重要，就是所有的 element flow only when there is demand。 所以任何的他要 push 的时候， producer 要 push 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是要底下有 demand 上面才会 push， 底下没有 demand 的话上面是不会 push。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有 demand 他才会 push。 那所以当 在这个 model 在进运行的时候呢，我们不管在 producer 里面也好，在 consumer 里面也好，有些时候我们都需要 buffer、啊、我们需要用到一些 buffer。 那这些 buffer 其实就是很多时候 stream processing 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的地方、啊、因为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个、人家 produce 这个 data 的速度，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 buffer 在那边，当我这边没有办法很快的来 process 这些 data 的时候，我就把这些 data 放在 buffer 里面。问题是在于说，如果人家速度真的很快的话，你这个 buffer 很快的就会被塞满。所以很多时候 stream processing 最容易碰到问题就是 out of memory 的这个 exception。 那可是在 reactive stream 里面呢，我们所有的 buffer 都是 bounded， 我们所有的 buffer 都是会有一个 size 的控制的，不会把它开成是那种无限大的 buffer， 所以我们就不会有所谓的、out of memory 的 exception 发生。所以这个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dynamic push and pull 呢，基本上就是 recipient， 就是 consumer、哦、就是 downstream 的这个人，他是 in control of incoming data rate。 所以你是底下的那一个 consumer 来控制 你哪一个时候能够 push 给我，因为他可以控制你哪时候可以 push 给我，当然他就可以控制他这个 data 过来的这个速度、哦、所以基本上 data in flight 就是 data 在从 producer 到 consumer 中间还没有被 process 的时候呢，这个 data 是 always bounded， 就是它的这个 data 在还没有被 process 的 data 这个数量是我底下的 consumer 来决定的。 OK， 所以 dynamic push and pull 的话就是它是一个 push 的 model， 如果 consumer 是比较快的话，如果 subscriber 是比较快的话，它是一个 push 的 model。 我上面的 producer 我可以一直 push 一直 push， 我可以 push多快它就多快，因为我的 consumer 比较快。那它转化会变成是一个 pool 的 model， 当 producer 是比较快、哦、producer 如果它可以 produce 的东西很快的时候，它会变成是一个 pool 的 model， 反而是变成我底下的 subscriber 说我要一些东西你给我， producer 才会 push。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producer 跟这个 subscriber 中间就能够达到一个 balance、哦。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active Streams 的 API。 这 API 很简单、哦、非常简单，我在这里秀给大家看的，因为、Scala 跟 Java 其实就是我们是这个、共生的了、哦、所以基本上这个、Java 的这个、Interface 它本来 define 这个 Reactive Stream 的这个 Interface 就是用 Java 的 Syntax 来 define。那这个 Java 的 syntax 在 Scala 里面就直接的 translate 到 Scala 的这个、trait、哦、那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它的 publisher 的这个 API。 它基本上 publisher 的话，它就只有一个 method 叫做 subscribe， 你给它一个 subscriber 然后它就会 subscribe。 OK， 就是这么简单， producer 就是 publisher 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 publisher 它会接收到一个 object 叫做 subscriber， 然后他给 subscribe 它。那 subscriber 又是什么呢？ subscriber 其实它就是一个 class、哦、它里面有四个 callback function 而已、哦、四个 callback function。 第一个叫做 unsubscribe， 就是你把这个 subscriber 丢给 publisher 之后，就丢给这个 publisher 之后呢， publisher 会来 call 你这个 unsubscribe 这个 method， 给你一个 subscription 的时候，就表示你这个 subscriber 已经有这个 publisher 已经有把你这个 subscribe、哦、所以 unsubscribe 会是第一个被 call 的这个 method。 接下来 onnext 就会被 call。 onnext 的话就是
我上面的 producer 能够 push 给你 object, push 给你 data element 的时候，它就是来 call 这个 on next, OK? 所以它 on next 就会被 call 很多次。on air 跟 on complete 的话呢，只会被 call 一次而已。on air 当然就是说我有什么事情这个出错了，它就 call on air 给你一个 throwable。on complete 的话，就是当你的 upstream 结束的时候，它会来 call on complete。所以就是四个简单的这个很简单的 API。 那我们前面看到 unsubscribe 的时候呢， publisher 会给这个 subscriber 一个 subscription。 那 subscription 是什么？ subscription 就是我底下的 downstream， 我底下的 subscriber 利用这个 subscription 这个 object 来给上面 upstream 的这个 producer demand。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 demand 怎么给 subscriber 来 call request 的这个 API，给他说，给他一个数字，给他说十，表示我现在能够接受十个这个 element。所以当他 request 是十的时候，前面这个 on next 就会接下来就会被扣十次，就是这样子。给他一的话，那 on next 就只会被扣一次，然后就停了。所以基本上这就是底下的 subscriber 来决定我现在要接收到多少的这个 data element。cancel 的话就是subscriber 他可以 cancel 掉，所以Upstream 要 cancel 的话， publisher 要 cancel 的话 call on complete， subscriber 要 cancel 的话 call cancel， OK， 所以双方都可以把这个 stream 给拆掉， OK。 最后有一个这个 processor 很简单，它就是它同时是 subscriber 也是 publisher， 同时是 subscriber 也是 publisher， 所以它是一个 class， 它可以一边接受 data element， 另外一边把 data element 丢出去。OK， 这个就是 processor。 所以类似像其实现在 Java 8那个 stream 的 API 里面也有个 map， 对不对？你可以 map 从 integer map 到 string， 这就是相同的概念啊。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 map， 接收到一个 integer 丢一个 string 出去。所以这里是一个大概的一个 interaction。 所以一刚开始 subscriber 会把他自己丢给 publisher 做一个 subscribe 的动作啊，然后这个 publisher 就会来 call unsubscribe， 把一个 subscription 这个 object 丢给 subscriber， 而 subscriber 呢就可以来 call 刚才得到这个 subscription 里面的 request， 说我现在 request 多少 demand， 我现在 request 多少 data element， 然后 publisher 就会依照 subscriber 所要的那个这么多的 data element， 他来 call on next， 如果他有这个 data element 的话， OK。 那最后呢就是 publisher 他会去 call on complete， 如果成功，如果他完全成功的结束，或者是 on air， 如果他有失败的话。所以这个 publisher 呢，其实我们有看到我们现在在写程式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会用，都可以，都是 publisher 的这个 example 啊。Socket connection 本身就是 ，OK， Socket connection 当然包括 TCP 的 connection， 也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 HTTP。它的 connection 是这个 publisher， 它 establish connection 是 publisher， 它把资料丢给你啊的时候也是 publisher， 或者是 database 的 query 啊，我们 database 你可以去 query， 然后一些 record 回来的时候，这个它也是一个 publisher 啊，它把它 publish 这些 record， 或者是 files 啊，我们读 file， 把 file 里面的 content 读出来，它就是一个 publisher。Kafka 的 log 也是啊，很显而易见的这个 Kafka 的 log， 你可以 publish to 这个 Kafka 的 log， 或者是我们刚才有讲到的 UI 的 event 啊，这些都是 publisher。那什么是 subscriber 呢？就是比方说写到 database 啦 ，write to database。Write to files， 写 Kafka 的 log， 对不起，我这应该对 subscriber， 或者是你可以 subscriber， 我 subscribe 一些东西之后，我可以去打一些外界的这个web service， external 的 web service， 或者是 UI handler， 它都是可以是这个 subscriber。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真正的 back pressure 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程式，一个我把它称之为 fire hose， 它就是
能够，它是一个 HTTP 的 server， 然后它能够很快的把 produce 很多的 data。 那 DeepWell 的话，它是HTTP 的 client， 它就可以接收这个 HTTP 的 server 所丢给它的这些资料。所以在这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 video， 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当你没有 back pressure 的时候，右手边是 upstream， 左手边是 downstream， 你没有 back pressure 要它这个鱼不要再过来的时候，结果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系统上面发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首先我把这个我把 Firehose 开启来。我刚才忘了转。然后我这边开的是这个 netstat， 然后我们在 watch 这个，所以上面有任何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然后我把这个deepwell 就是这个 client 打开，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一直收我就可以一直收从我这一边，从后面这个里，这个是 server 所以 server 会一直丢东西，然后 client 这边的话一直收。所以可是这时候如果我的 client 我把它停住的话，大家看先看这一边的，这一边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上面这一行上面这一行，这里是 server， server 这是它的 send buffer， 这是它的 receive， 然后下面这个是我 client 的 receive buffer， OK， 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把 client 停掉的话，我们 client 一停掉，大家看到 client 停了，我后面 server 也不会动了。为什么？因为 TCP 本身啊， TCP 本身就有做这一种back pressure， 它自己就有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 send buffer 这边满的时候，没有，应该是 receive buffer 满， receive 的 buffer 先满的时候， send buffer 也会满的时候，整个 server 就会停下来。OK， 那如果说我们这边再把 client 再继续的时候，他又马上这些 buffer 的这个又清掉，然后后面的 server 又继续在跑。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back pressure。所有的 TCP 这个 back pressure 它都是 built in， 它自己就会这样做了，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因为 TCP 本身的 protocol 就会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 back pressure 其实最 concern 的是你在，通常我们的系统是一端是人家会打过来是网路，另外一端我要写 DB， 我要打其他的 web service 也是网路，在你中间的这个东西能不能够 handle back pressure， 那中间的这个可不可以 handle back pressure， 就是我们 reactive stream 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卡的话呢，我们刚才有说过，阿卡就是在这个在这个 reactive stream 在 Scala 上面一个算是第一个 implementation， 可是应该也不会是，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了现在有阿卡 streams 是 在 Scala 上面是 reactive stream 的这 implementation，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的Monex 也是另外一种，只是它的做法是有一点不一样。然后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Swave 也是 Scala 的这个 library， 它也是有 implement 这个reactive stream， 可是它的用途又跟这个 Arca 的 stream 又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个也对，就是说你有很多不同的这种 reactive streams 的 library 让你来选，然后要怎么选，当然就要看你的用途在哪里Arca stream 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听过 Arca。Arca 是在 Scala 上面一个 Actor Framework。那 Actor 呢，它是蛮 powerful 的，可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 Actor 跟 Actor 中间只能够送 message，
只是这些 message 呢它是没有 type、哦、那我们在做 Scala 的人就是 很 care type、哦、因为你有 type 的时候呢，这个compiler 就可以帮我做很多的这种 unit testing， 我自己就不用写了、哦、所以我们都希望有 type。 那 Arca Streams 它是架在 Arca 上面、哦、然后它有 type， 所以让我们所以它 type 的意思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哦、那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materialized value， 这个你可以把它看成类似像是这一种无线电遥控 remote control 一样，就是说通常我们知道说 producer produce element 中间有一个 processor、啊、我们刚刚有讲到 processor 它可以一边收一个 data 再吐另外一个 data 到另外一边，或者是 subscriber， 那中间在跑的就只有 data 而已。可是如果说你要跟不管是这个 publisher 啦，或者是 processor 啦，或者是 subscriber， 要他跟他讲一些其他的事情的话，你需要去遥控它，你需要可能要给它一些 configuration， 在 runtime 的时候要怎么办？哎，这个 materialized value 就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啊、哦。它拼凑起来就很像 Lego 一样，等一下可以看到一些图哦。然后它最主要是它的架构是蛮硬的哦，就是说你要把一个东西给拼好之后，然后它就是这样子，你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它比较不能够做一个 runtime 的改变。那等一下我们会讲的这个 Monex 的话呢，正好就是比较可以做改变的、哦、那它基本上就是你拼凑各种不同的 component 起来。所以 Arca 这个 Arca Stream 的话，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看右手边这个 Reactive Stream 呢， Publisher 的话对应 Arca 的就是 Arca 叫做 Source、哦、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是这个不是大家熟悉的这个 Generic 的这个 Parameter， 不是大家熟悉的大于小于，而是中括号。中括号是在 Scala 里面用来做跟 Java 大于小于是一样的道一样的东西、哦、所以 Reactive Stream 里面 Publisher， Arca 里面就是叫做 Source、Reactive Stream 叫做 Processor 的 Arca 叫做 Flow， 那 Subscriber 的话 Arca 叫做 Sync、哦、Arca Stream 叫做 Sync。 那在这里面大家注意到就是有一个它多了一个 M，哦、M 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 materializer， 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它 A 是它所要丢它所谓 produce 出来的 data element， M 的话呢就是当你把它当这 stream 成型的时候，它的 materialize 的这个 value 又是什么。那当然这个 value 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哦、它可以是任何的这个JVM 上面的 object， 所以 source flow 跟 sync 都会有一个这个 M。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example。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这个希望大家都看过 Scala 的 source 了、哦、这个就是它是 type 是在这里、哦、然后所以这个 source 的话我们可以说 source 一图十，那这时候我就 create 了一个这个 source， create 了一个 publisher， 它会给你12345678910，然后它就结束。 OK， 底下是一个 flow， 这个 flow 的话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type 就很清楚了。 flow 就是它接受一个 integer 吐一个 string 出来， OK， 所以基本上呢它就是会它会接受一个 integer 吐一个 string， 所以在 Scala 里面这个 underline 就是它会接受的东西，它的一个 parameter、哦、它会接受一个 integer， 然后我们把它乘以多少，所以这就是你给它10它就会有10颗星星，给它5就会有5颗星星的 string 丢出来， OK。 那Sync 的话呢就是 subscriber， 那 sync 在这里就是我们只是直接 println 出来，把所有它接到的 element print 出来。所以怎么样子把它连起来跑呢，就是你说 source via flow to sync， 然后要它 run 它就 run、okay? 那这个这也是另外一个比较跟上面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你可以把这个你可以把 flow 写在这个程式里面，然后直接就 run for each、哦、你就不需要再写另外一个这个 sync， 所以这个它里面有一些比较一些 convenient function 来让你做到这些事情。所以 Arca 的 philosophy 的话呢，它的哲学就是说它是你先把这个 flow 做起来、哦、设计出来，就像是蓝图一样把它设计出来，然后你再去跑它。所以基本上你用这个 Arca Stream 的时候，你就会去设计很多可以 reuse 的一些 component，
一些 source 啦，一些 sync 啦，一些 flow 啦。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我所谓的这种很像 Lego 拼凑的方式哦。所以我们现在看 source， 通常我们就是会这样写，就是一个它有一个开口是在右边的，我们把它定位为 source。两边都有开口的，我们把它定位为 flow。只有左边有开口的，我们把它定位为 sync。OK，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拼凑啊。你看这个大的这个，应该是灰色了啊。灰色的这个，它的这个右手边有一个开口，那这个它就是一个 source。只是这个 source 它里头是用什么拼出来的都可以。我们在这里，我们里头的 source 是由另外一个 source， 一个 flow， 再加上一个 flow， 这也是一个 flow， source flow flow 拼起来，哎，在外面的人看起来它是一个 source， OK， composite 的 flow， 两个 flow 拼起来还是外面人看起来还是一个 flow， composite sync， 一个 flow 加一个 sync， 外面人看起来是一个 sync， composite 这也是一个 composite flow， 可是我可以一个 sync 加一个 flow， 两边是没有关联的，哎，这也可以是一个 flow。所以它可以是各种不同的东西拼凑起来，可是外面的人看起来是一个 sync 或者是一个 source 或者是一个 flow， 它就是那个东西。那这个就是 Arca Stream 里面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来写一些你以后你的系统里面会共用的东西，然后来这个以后其他的地方也都可以使用。那这个 Runnable Graph 的话，这个基本上就是 更复杂的一些 example 了，就是像 A 这边它是一个 source， 可是 B 的话它是什么？它是一个 sync， 它是一个 flow， 只是这个 flow 呢，它接受一个 input， 丢两个 output 出来。所以 flow 它可以是多个哦，它可以接受多的资料，可以吐出多的资料，所以它可以接受 B 的话接受一个，它的 output 是两个 ；C 的话是 input 两个 ，output 一个。然后它甚至可以有 feedback loop 哦，你可以。这里做完之后有 feedback loop， 不过在 Arca Stream 里面要做 feedback loop 的话要很小心，因为蛮容易造成 deadlock， 所以这一方面这个 documentation 要多 K 一下。不过它基本上它是可以做的，它是可以有 cycle 的，所以这个整个东西你只要这些入口跟出口通通都有东西塞在那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runnable 的 graph， 这个 flow 就可以跑了。那我们刚才讲到 ArcaStream 它是有 type 的，为什么是有 type 好呢？因为它所有的 input 跟 output， 你这一边的 output 是 int 的话，这边的 input 一定要是 int， 这一边的 output 是一个这个 list of 这个 string 的时候，这里就一定要接受 list of string， OK， 你的 input output 一定要 match， 不 match 的话它不会给你 runtime error， 因为连 compiler 都不会过。好，那这个就是 Arca type safety 做到最好的地方，它让你这些错误你不是在跑的时候才会知道，你是在 compile 的时候他已经不让你过了。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接口都一定要对，都一定要对齐，一定要对的对， compiler 才会让你过。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Arca Stream 这边我也做一个这个demo， 这个 demo 是这样子，就是现在这个Bitcoin 蛮夯的，所以外面有一个网站叫做 blockchain.info， 这上面就是它会给你透过这个 WebSocket 的这个 API， 它会给你所有现在全世界现在目前在做的所有的这个 Bitcoin 的 transaction， 它有是哪一边做的啦，这个 transaction 它的数量是零点多少多少的 Bitcoin 啊，然后它也会给你 IP 啊。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些资料过来，只是对，我们可以拿这个资料过来。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 website 叫做 IPAPI 哦，我可以利用这 IPAPI 呢，我丢给他一个 IP 的时候，他可以告诉我说这个 IP 他所知道的这 IP 是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都市，它的经纬度在哪里。所以我透过了这些，我抓了这些东西之后，不过这里有一个美嘎，就是什么呢 ？IPAPI 啊，它你只能够打它，它官方的文件是说150次一分钟了哦。可是我真的打150次一分钟，它就把我 IP 锁掉了。
所以基本上在120次而已。所以你需要能够做 throttle， 你需要能够打它这个东西，你不能够超过这个120次一分钟。所以我这里面把这两个资料都结合了之后，做了这个 throttling 之后呢，又开了另外一个这个 web service 的这个 web socket 的这个 interface， 所以我们的 browser 可以来打，然后我们可以来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到说这些 Bitcoin 的 transaction 是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发生的，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希望我们这个网络没有问题。应该是，我们再来一次。因为投影机的那个关系，所以刚开始它大概都是在这个欧洲，然后美国有时候都会有一些，然后中国也会有，北京都通常都在北京。OK， 所以这个就是 Bitcoin 的这个 transaction 在现在这个时候在全世界发生的这个数的地点啊。那这个其实它的背后呢都是这个reactive streams。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不过这里面我觉得我们现在看程式可能太麻烦，我们这里可以来看一下，是其实我们要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IP API 这边，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需要 throttle 它，我们不能够一直打它，所以呢我这边 Bitcoin的 transaction 的 demo 里面，我有做一个 throttling 的动作，透过了这个 stream 来做。那它里面我在做的时候呢，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的这个 blockchain 这一边呢，我在 blockchain 它会一直把这个现在所做所有的 transaction 丢给我。可是如果说现在这个 transaction 是很多很快的时候，会怎么样？很多很快的话，我这一边如果这边没有用 reactive stream 来做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它这个很多很快的这些 transaction 啊，我要把它 buffer 起来，我要把它放在一个这个buffer 里面，因为我不能够把一大堆的这个transaction 上面 IP 的 information 啊丢给这个 IP API， 因为如果丢太多的话就把我锁住了，所以我这一边我就需要把它放在 buffer 的时候，这个 buffer 就有可能会爆掉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reactive streams 呢，就是来帮我们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看一下，所以除了这个 demo 之外，我想我大概秀给大家看一下比较简单的好了。我们这里有一个用这个 reactive stream 来做这个Monte Carlo 的 simulation 来算 pi 的。然后这个就是很简单，我们这里有一个 iter， 它 source 呢用 iterator 做出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它会做出一个 source， 它会一直给你 random number， random double 的 number。 group2 的话就是它把它两个 element group 起来变成是一个 list， 两个 random number group 起来变成是一个 list， 我拿一万个这个 element take 一万。然后这里呢基本上我就是在做说，如果有在这个四分之一元里面的 x 跟 y 的话，我就 return 1， 不然我就 return 0。 然后 fold 的话，我就把所有的一呢跟它做过几次我把它加起来，最后我就做一个除法就好了，我就4乘以这个所有
所有有在这个pi 里面的这个点哦，然后再除以所有 total， 在这里应该是一万，我们就可以把这个pi 给算出来。所以我们来跑一下好。哎，这次还算蛮准的，3.1488。不过有些时候还会不准哦，算一万次通常都不会很准的。所以这个就是，其实 React Stream 呢，它可以帮你，就是你可以利用它的这个整个特性啊，来做很多事情啊。当然就包括我会觉得你整个 application 都可以用这个React Stream 来做。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 example， 等一下在最后一张 slide， 我上面会把我这个GitHub 上面的这个 URL 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把 拿这些 example 回去玩一玩哦。然后上面也会有我在 GitHub 上面也有我这个 slides 的这个 URL。好，那所以这些是上面我们没有时间秀这么多 demo， 我们就不秀了。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Monex。Monex 的话呢，它也是Reactive Stream 在用 Scala 来 implement 的 Reactive Stream， 只是它的方法就跟 Arca Stream 不一样啊。它基本上是 Reactive Extension， 所以如果大家熟悉 Reactive Extension 的话 ，Java 其实 Reactive Extension 是先从 .NET 那一边开始，然后 Java 有一个蛮不错的这个 Rx 的 implementation 哦。那 Monex 的话是Reactive Stream 的 implementation 在 Scala 上头，那只是它的这个 Reactive Extension 呢，它的好处是在它从一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它就已经有把 back pressure 给设计进去了，它就有把 Reactive Stream 的这个 protocol 这个 API 呢，它都有设计进去了，所以它是蛮简单使用的哦。然后它就比较 dynamic， 它不像是 Arca 的 Stream， 你要给它很固定的一个东西，它的 runtime 的这个，因为它是它可以在 runtime 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去 subscribe 它，或者是 unsubscribe， 所以它的整个 structure 是比较 dynamic。然后它本身也有一些蛮有用的一些 sub library 哦，像 task 啊那些都可以用。所以以 Monex 来讲的话呢 ，Reactive Stream 的 publisher 就是 Monex 的observable 啊 ，processor 的话就是 Monex 里面所谓的 subject，subscriber 的话就是 Monex 里面有叫Observer 或者是 Subscriber 或者是 Consumer， 这里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Monex 里面的 API， 它就是从 Observable 里面你去做 From Iterable， 然后1到10，所以现在你就会有一个 Observable， 它是会吐1、2、3、4到10啊。那这个就是在 Reactive Stream 里面就把它称之为是一个 Publisher。同样的，它也是 Map 啊 ，Map 它从 Int吐出来的东西是 string 啊 ，int to string。那这个 string 就是你给我多少的数字，我就给你多少颗星星出去。然后 do on next 的话呢，就是每次接到一个 element 的时候，它做什么事情，它可以做 println。然后它去 subscribe 的时候，这个 string 就开始，这个 stream 就开始跑了。OK， 所以它的 philosophy 的话呢，就是它都是在 chain 这些 combinator。OK， 它能够 chain 不同的。你有一个 observable 之后，你这个 observable 里面就有很多 method， 我们把它称之为 combinator。这些 combinator 呢，就可以把你前面的这个 observable 做某一些程度的改变啊，然后又变成另外一个 observable 出来。它有很多 observable 都是 Arca Stream 也好 ，Monex 也好，很多的这些 flow 这些 publisher 都是在做跟时间有关的东西。我可以每一秒钟给你一个东西，或者是每多久给你一些东西，或者是如果你在这个一分钟里面你给我太多东西的时候，它会帮你做 throttling 的。这些其实都是在这个 stream 的这个所谓的 combinator 里面它都会做到的。所以基本上 Monex 呢，它就是让你能够 chain 这些 combinator 出来，然后让你能够很容易的就有一个这个Observable， 你可以来，你所要的 Observable， 你可以来 subscribe。所以，我们这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些 demo， 我们看一下。
Monex 这边我们有一个 example 是同样的，这里这个 example 0就是跟我们刚才 Arca Stream 在做这个Monte Carlo 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有一点记忆的话，其实它长得都蛮像的，它长得都蛮像，它也是有一个 random number 的 observable， 然后把它 group 2之后 take 一万个，然后这里做是不是在那个四分之一的圆里面，然后做一个 fold left， 所以其实它都蛮像的。不过这个我们不要看了，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我们这里呢有一个Google Finance 啊，它有一个 API 啊，能够让我们看说现在这个股票啊，这个股票它是目前的价格是多少，然后这个它改变了多少这些的。然后它当然它这个 Stock Trades 的话，你可以是它也可以是台湾，所以台北的 TIEX 的话是 TPE 啊，然后2330就是台积电，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台积电现在是多少钱。然后这个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这个interval and fixed rate， 就是一秒钟，它每一秒钟它会发出一个东西，发出在observable 的话，它会发出一个 integer， 这 integer 会一直加一加一加一啊，所以每一秒钟会给你一，下一秒给你二，下一秒给你三。那这里的话是我要去扣这个 API， 为什么？然后我们把这两个 zip 起来， zip 起来的意思就是它会形成另外一个 observable， 只是它现在所吐出来的 data element 呢是什么，就不是只有我从 Google Finance Query 出来的东西了，它是有一个 tuple， 然后一边是这个它是一个 pair、哦、它出来的就是一个 pair。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来控制我现在打 Google Finance API 的这个速度、哦，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把它控制说一秒钟它才会打一次而已，所以 Google 才不会把我的 IP 给锁掉啊。所以这样子之后，然后我们再把 map 的话，我把这个 pair 里面的第二个 element 再把它留下来，所以现在这个 stream 呢 map 完之后，这个 stream 就只有这个我 Google 上面抓下来的东西。然后我又可以去，比方说我又可以去，因为它这里面它抓下来的东西里面它有说它有 change the percentage， 现在这个股票跟昨天的这个价格它是有改变了多少个百分比、哦、如果大于三的话你要跟我讲、okay? 不管是上涨 3% 还是跌 3%、okay? 所以这样子其实你就可以做一个蛮 intelligent 的一个 stock 的 monitoring。 不过我们先把这 filter 拿掉，因为现在这个台北股市没有在运作了。 example one Monex example 16，然后他就跑，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我们 API 传回来给我们，可是现在不会动，所以他的收盘价是 188， 礼拜四是 188.5， 所以他跌了 0.5 或者是 0.27%、okay? 所以利用这种东西我们可以去，不管是打外头的 web service 啦，或者当自己做成一个 web service 让别人来打，我们都可以用这一种，不管是Arca Stream 或者是 Monex 来做到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好，那同样的这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 example， 那大家可以把它 GitHub 上面 clone 下来看看。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 presentation。 第一个URL 就是我这个 GitHub 的 repo， 然后下面是我们 Scala 台湾的一个 Gitter channel、啊、那 Scala 台湾是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 group， 然后我们大概每个月都会有一个 meetup、啊、然后来讨论关于 Scala 方面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参加、啊、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参加这个 meetup 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 join 我们在这个 Gitter channel 上面任何的 Scala 的问题、啊、不管是一般的 Scala 也好啦，或者是甚至于 Spark 啦，那些我们上面都有一些蛮厉害的人能够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OK， 那
今天就到此，谢谢。还有，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在外面的摊位，我们有一个 Scala 的桌子啊、哦。所以，如果大家对我今天的 presentation， 或者是我们昨天有做一个 workshop， 或者任何这个 Scala 有问题的话，都欢迎来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讨论。谢谢。